各位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呢，今天又来到我们周末哦。那我想呢，这个行情呢、啊，哦，还是像我讲的没有错哦。第一个，我已经跟你提到过了，股票市场里面呢、啊，一定要去了解到，就是说，我陈老师为什么我常常跟大家谈，就是说基本面跟技术面它可以当参考，但是它可能不一定会是绝对的。我跟你说这样，它可以当参考，但是它不一定会是绝对的。所以你比如说你在念了那么多，比如说 K 线啊、KD 啦、啊、什么线什么线的，对不对？之余，你一定要去了解到什么叫接地气。第一个，技术分析跟基本面它是不是接地气的东西？哦，所以我有时候我常跟大家谈这些观念很重要。技术面、基本面呢、啊？哦，这个东西它就完全这个就是，对不对？专我们讲就算专业啦，哦，算专业。比如这个公司基本面怎么样啊？产业面怎么样啊？哦 ，EPS 怎么样啊？本益比怎么样啊？大概都讲这些。那技术面呢，基本上就在那边讲，对，反正看就看人家线嘛。哦，那基本上来说的话，这种东西啊，这两个东西啊，它怎么样？比较不接地气，不接地气啊！现在，但是你买股票你要赚钱呢、啊，你买股票你要赚钱呢、啊，你一定要接地气。哦，这个听得懂我讲的话的人听得懂了。哦，所以为什么你们今天你们看看你们自己？也学了那么多技术面，那你今天也学了那么多基本面。有时候基本面好的，它也不一定涨啊。对，有时候基本面不好的，它拼命涨。有时候你那个技术，哎，看起来那个线很漂亮的，对，都已经到底部了，你一直买，一直买，一直买，还不涨。但是有一些线，你看它一直喷，一直喷，一直喷，一直往上喷，喷到都被涨停了，还在分盘，还在涨停，一直涨。就技术面看就不可能追了嘛。那为什么它会在一直追，一直上？那这个就是怎么样不接地气，不接地气、哦、所以我个人认为这股票啊，跟一个人的运势也是一样，跟个国家的运势也是一样，要地气。那基本上来说的话，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，物极必反、哦、这个要很重要，物极就必反，物极必反。所以有很多的东西，就是说你在考量的过程当中，你必须要去了解到。我觉得陈老师在节目上面，我一直跟你提到过嘛，台湾的股票之所以能够好，就是因为它不断的在流动。它等一下涨涨这个，等一下涨涨，有的人说怎么奇怪，等一下又涨到银建，等一下又涨到航运，等一下又涨到电子，等一下又涨到 AI， 等一下啊，这个是好事啊，就它有在流动嘛，大家都有机会，大家都有机会，就变成大家都怎么样，都不见得愿意去。啊，乱卖股票啊，等一等可能又上。但我觉得我涨不起来，改打一通点击工，我很不看好大陆的市场。为什么？我不看好恒生、哦，我不看好上海、深圳的股市，因为我说句实在话，我认为习近平的，我就跟你讲，习近平的政策，我觉得那是 no problem 的、啊。我觉得习近平的政策比台湾还要好好几倍啊。哦，我讲的话不是在得罪人啊，但是问题是习近平他要当皇帝，这就不行了。对不对？为什么当皇帝不行？对，你今天你台湾讲实在，你就算对不对？赖清德上了，那侯友宜他觉得我下次还有希望啊。我这样简单讲嘛。那朱立伦说，我搞不好我下次又是搞不好有希望啊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觉得有希望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样子的东西就是说，这些人下面又养了一堆人，那这些人还是愿意跟着，还是愿意拼，还是愿意的。对你到了没希望了，那大概都了就散啊。就像以前那个谢长廷，大家也觉得说他有机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跟着那一群人，现在就发觉啊，这已经大概没有了，散了嘛。那习近平他就，我就说这个就是个民主的机制，他会越来越好。所以台湾厉害的是，第一个，你不用去担心他会不会大跌；第一个，大家都在那边每天在那边当冲当冲，跑了又换，换了又跑，跑了又换，换了又跑，他就不可能死嘛。
所以你有一堆的那些面乱七八糟的老师，什么什么成什么差什么龙的，一天到晚在那边看空看空看空，为什么他下不来？他就不接地气啊，他每天在那边看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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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为什么台湾股票会很好？因为台湾股一直看空一直下，每次下啊帮博啊被吸狼啊帮博啊被吸狼啊跟斗啊，为什么要不接地气嘛？所以台湾的股票我跟大家讲不用担心，因为台湾的股票一定是未来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的，只是它在轮动嘛。轮动当然是好事，你要是不动了那就坏事了。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，习大大今天他当了那个皇帝在那边，说句实在话，我认为他政策很好，这个人也很好啊，好不好我是不知道，反正我觉得他是不错啦，但是我都认为他比台湾的好啦。但是问题是他到当皇帝这个就不行了。 Empire 你要当皇帝对不对？你就不行了。那为什么当皇帝不行？你比如说下面的，你总书记下面有副书记，副书记下面有一头拉股啊，纪委又一大，那些人养下面是养了一头拉股人呢，都跟着他呢，从地方到要到中央都跟着他呢，对不对？要往北京去都跟着他。那这一群人一看，哎，奇怪了，啊、你习大你也拜托，那下面几准备来了，啊，我家里人会怼我，万一安怎给人安插职位？所以今天习大大的政策就算再好。习大大的政策就算再对，习大大的叫你们恒生，叫你们上海和深圳，你们只准买不准卖啊，这也没问题。但是下面执行的人呢，我理你哦。但重点是执行的人，我理你嘞。对，人家的两任江泽民什么的，胡锦涛、温家宝什么，人家都干两任，你要干十一百任，那我们下面的人我们怎么办呢？当一个人出问题了以后，你就不要再跟我讨论。当一个事情出问题了以后，你不要再跟我讨论技术面跟基本面啊，这个基本面很好啦，这个政策很好啦，这公司很赚，那就不是那问题了嘛，是人，是人的问题了嘛，人嘛，天地人嘛，这个才是比技术面基本面更厉害的嘛。你们每天在那边看技术面基本面，看基本面又技术面又技术面，这57台58台大刚那样面面面。57台、58台，我跟你讲，全台湾的人民到最后股票会套到死，都是看57台、58台。为什么？因为看的人多嘛。那看的人多，大家都技术面、基本面、基本面、技术面、技术基本面，对不对？请来的每一个什么坂田战法啦，又什么战法啦，又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对不对？有的老师什么成什么龙的，每天在那边看空，每天看空，每天看空，从1万点就看空，看空到这样26000了还在看空，那为什么嘛？就是他不接地气嘛，不接地气啊。所以我今天陈老师跟你讲的都是事实嘛，你不要一拉回来就怕，你一拉回来就怕，21000、22000都来了呢。台湾说真的，以前阿扁时代、李登辉时代、马英九时代，那个12682那个简直是天顶啊，那个而且那马英九连9000都过不去啊，他还在那边一天到晚跟着大陆在那边一唱一和。你看在那边当大陆当副总书记好了，他还很希望呢，他还很希望以后可能习大大真的会给他颁一个台湾特首给马英九，变成没有人理的台湾特首。所以我陈老师才跟你讲说，那马英九的被你走的 gap GDP 负的，欸，台湾没有一个总统做 GDP 做到负呢，马英九他还每天在那边好没事一样。对啊，人侯友宜酸到尾啊，人可能也有可能会掉，他突然冒了一句啊，我们，哦，要跟习近平，哦，跟大陆和好，你那个票上没过600000+，对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这个是真话，我讲的不是说那边胡说八道的。所以你的股票你不用担心，它明天就涨到你的了，因为它在台湾就是在动嘛。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说真的，我不看好恒生，我不看好上海、深圳，那反弹都得卖啊。最后一波逃命的恒生，我认为恒生未来都是10000以下。为什么？你有一天你会印证我讲的话。以后台湾3万6，台湾啊，那个陈老师啊卖了个卵啊，3万6，这未来是台湾的
头部啊，但是会长到这里哦。沙板拉个，陈老师，你来讲个笑话就对啊啦，你来讲个甲连笑，我连笑话，我连笑话，以后台湾甲沙板拉，未来恒生啊，恒生啊，恒生，你知道吗？我个人能看到八千，他现在有18000嘛，哦，我看到八千，恒生呢？台湾我未来看到36000。哎，陈老师还讲个笑话，一个萧郎讲萧话啊，你要六东啊讲萧话吧。我陈老师，我常不太爱跟大家谈基本面、技术面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留给东森台、非凡台去讲了。我跟你讲，讲这个东西我真的就不接地气。讲这个技术面、基本面啊，不接地气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了很多东西，很多哎，陈老师哎，乱讲，我乱讲，我乱讲，哦，所以我就跟你讲啊，每天非凡东升啊，非凡东升财经台讲了30年，都在讲这两个，不接地气嘛，请来四个来宾，每天都在讲这两个，不接地气啊。所以我个人认为你不用担心，因为这个行情太强了。陈老师啊，以后台湾会上36000，还有人说已经看到22000、23000，那个很多小 case 啊。所以台积电，我跟你讲，以后真的会上1000元。台积电啊，你不要乱卖哦。那陈老师啊，台积电都已经这么贵了，800了，还会上1000啊，1800。台湾是宝岛，你知道吗？台湾啊，宝岛啊，只有一条龙在台湾下面呢，啊，没有在大陆下面呢，啊，对不？我恭喜在位，等一下陈老师啊，我最近那地震很多，龙在动，有时候有好有坏嘛，对不对？这一方面好，另外一方面就坏。很多人说的包啊宽宽的去美国，包啊宽宽去都剩。拢赚无钱啦，有足侪人啊！我们要移民加拿大，我们要移民美国，都赚不到钱。台湾最好赚钱。哎，我陈老师有时候常常跟大家讲啊，这结束了没有啊？讲这我也不想讲，这结束没有？嗯，这结束没有啊？这结束了没有？哎，我今天跟你谈的是下半年哦。三五讲过吼，唔爱讲我无讲，你讲我无讲，哎，你就甲我欺负啊，对不？我怎甲你打的嘛？我就给你盖住嘛，对不对？打嘞，盖住，盖住，我今日甲你开啊，哦，第三支啊啦吼，慢慢看啦，慢看啦吼，好，慢看啦吼，以后会不会天天涨停啊？以后会不会天天涨停？我唔知。我不知道，先给大家介绍一只股票。我跟你讲啊，有一条歌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条歌啊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安尼在哦，有一条歌哦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都不信了啊，未来第一凶啊，第一猛，大爆炸，大内……3687，哦，我的天下，哦，我的天下，向天。哎，我陈老师讲东西，你老是觉得说，哎，陈老师你讲的股票我不爱买。你看这个你有买吗？我第一个讲自由的天地，我讲的。你看最近连那个单井都在涨，这都是我讲的呢。你都丢了啊？你那边叫什么？很多人
多东西，哎呀，算了，不想讲，讲了反正大家对不对？我也没有。现在我跟你讲，哪个投顾老师啊，连保洁的节目都在给我讲所罗门。我今天跟你讲一句话啊，保洁的节目免啥看。我跟你讲，请来老师嘛不好。保洁以前的，我最记得的保洁那个节目啊，每天哦，以前那个叫做什么，他还被列为中共那个中共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以前那个四星 KY 你知道吗？那从1000块跌到300，那保洁的节目每天都在那边骂四星 KY 这个中资坑杀散户。后来我跌到300，我说四星 KY 300，你要不要买一点？从保洁骂到阿关那个时候1000块的连跌10只跌停板，1000块的四星 KY 嘣嘣嘣嘣嘣，所以四星 KY 这个股票我跟你讲，买低的人买喽。那个1000块的四星 KY 突然有一天跟金利科啊。跌到剩300啊！那保洁这波每个阿关的这波，光在中资坑杀散户，还有包括那个年代什么关的那个，每天在那边骂那个四星 KY。后来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那个财经台那名嘴都不能听了。那都是在面那边故意在那边，哎呀，这吓死人了！都故意保洁这波跟阿关每天都搞那吓死人那一套。啊，有台当哦，还请来什么陈什么文山什么，这个会，这个台湾未来会大摇，大恐怖哦。保洁这我刚都永远都讲那个东西，我常常讲，有些东西你要自己去判断。真的啊，我讲真话，这个谁要买这个东西啊？我在讲的时候都没人要呢，现在说真的，很多人都有了，很多人说有他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他了。我3月5号啊。我三月五嘞，加第二高，佫加第二拉近一点，拉近一点。第二天还跌，神经病啊！陈老师啊，你甲我骗啊！啊，无去啊，而且三小在那里去。我讲了无你卖买啊，我讲啊无你卖买啊。起码，昨天我看到全台湾说老师要做机器人啊，说这个哦，以后所罗门啊，这个怎样又好又怎样好这样。那、奇怪了，你们这一天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都在讲航运股。这一天你看，一天才呢2000张，没有人要买。像这个谁要买这个啊？谁要买这个啊？30块讲的，现在都不知道变多了，自由的田地。算了，我都不要讲。什么单井，都一直创新高嘛，都卖。我陈老师，我讲话是真的呢，我讲的东西哦，都是有根有据的。如果我今天陈老师每天都在那边，我前后左右都在讲涨停板，涨停板，每天都涨停板。我常常讲说，那些老师说句实在话，你哪一天要是说我有跌停板了，就可以参加了啦，太 low 了嘛！每天飙股，每天涨停板，涨停板，涨停板，又是涨停板。你节目一打开，突然今天涨停板了，就算今天跌500点，涨停板的还是他。这种股票，这种老师太扯了嘛！他哪一天如果说我的股票有一只跌停板的，就可以参加了。为什么？他开窍了，你知道吗？陈老师为什么他说有跌停板就是可以参加？你自己去想。那要是每天一直讲涨停板，涨停板，下一次又是涨停板，我今天卖公一啊，你来讲，公币够好啊？你涨停板还不好找吗？每天只要把涨停板印出来就好了吧？我讲这个东西是真的。我跟你讲哦，不怕你买，礼拜一最后上车机会。我讲话你不信哦，你不信算哦，你不信算哦。来拉近一点，现在这边叫地价，哦，这边是人价。天地人、这边地、它会到人，它有一天到天价。我再讲一遍啊，好不好？ Oh my God, please. 我跟你讲，现在这边是地价，来拉近一点，这起码叫地价，起码加个地价。他有一天会找到这个有人价，人价，那人价就有人开始买了。有一天找到这个天价，
天家干嘛？法人就来了，法人就来了。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，现在是谁在买的？现在会进去买的是谁？啊？现在这个位置谁会去买？魔鬼啊！现在在这边去买的人叫魔鬼。就像我今天跟你讲，三十块会进去买安国的是魔鬼的人在买的，三十块去买银邦的人是叫魔鬼的人在买。等到一百块去买银邦的人，两百块去买银邦的人，一百块去买安国的人，那叫人在买。在最下面是魔鬼在买，涨到了这边变成人在买的。那法人哦，我跟你讲，千万不要听信法人，法人通常最后喷出有他们在买天价，所以法人大部分买股票都是买天价。所以当法人跟你讲说，我现在有些股票把它列为 MSCI 的成分股，你得大卖特卖了。我现在如果我把有一些股票列为00940、00939、00919的成分股了，我要换成这些了，你就要大卖了。欸，我讲话你有听得很懂对不对？你一定还听得很懂吧？你不都听不懂啦哦。所以现在去买的人叫做这个地方叫做魔鬼的买啦，地狱使者在买的啦。你们一定会买在这儿啊，人在买啊，人买的还会赚哦。往这边了，法人调高目标价了，法人把它列为 MSCI 成分股了，法人外资投信把它列为什么成分股了，00940到这边也给它列为成分股了，全部都怎么样？这边怎么样？叫天价。所以我陈老师，我常跟大家讲，股票这个东西啊，3687，哦，我今天跟你讲这 Oh my God 哦。这 Oh my God， 下星期一啊，最后上车机会。我这边给你写两个东西哈，未来第一凶，还有未来第一凶，还有未来第一猛。大内不是叉，叫大内叉叉叉。各位投资朋友，我陈老师常常讲，可能很多人到时候不见得礼拜一能买得到。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顶业投顾，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
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什么叫做接地气？大家记一点，什么叫接地气啊？这地啊，什么叫接地气啊？你千万不要给我涨到这边，法人每天在那边买几万张几万张，你买在这耶，你不要买在这耶。什么叫接地气啊？未来半年有没有现在在地上的接地气的东西？魔鬼在买的，我不知道，好好把握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